来，红装，炼金，开始炼金。因为我第一次啊，我真的第一次啊，啊，炼金，我真的没练过啊，我就是菜皮吧、啊，全部都是披风啊，全部都是披风啊，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按？几率都一样啊 ，OK， 都市传说，哈哈，赌在肉场，要按这个嘛哦，等一下哦。他这个我看一下，他是写什么？红色的，值得一试。恶魔的力量啊，感觉恶魔跑出来。他的翻译是这样子写的，感受到英雄的英勇精神啊。我记得是不会的。哦，紫色火焰来了，我看一下哦。值得一试，紫色火焰来喽，来喽！啊，点一次要个十百千万十万呐、啊，十万。紫色火焰炼金红装 ，Go， 来！哎、欸，还要再点一次哦！哎、欸啊，不是，他不是自己跑了吗？哦，害我还那么，害我还那么的气势磅礴，来喽！红色装备 ，Go！ 哇，神官靴而已，死了去啊 ！GG，GG 的。而且才刚过完年，吉利一点，讲点吉利话。紫色来了，我看一下，感受到英雄的英勇精神。OK， 够了。好，聊天室，希望可以来一个红色的，希望可以来个红色的炼金，点下去了，来喽。神官长靴搭配雷雨，我想一下会蹦出什么，应该会来一个真系剑吧，怎么跳那么多，来个真系剑，来红装炼金，开始炼金。哇，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再玩，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再玩炼金了，我不要了。你们如果有勇者要找我来炼金的话，要三思啊，因为我第一次跟第二次已经受了非常大的伤害了，我已经觉得我没有炼金命了，死去。